大家好，欢迎收看这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您知道吗？在后疫情微解封时代，求助身心科的民众居然比平常的人数暴增了3倍，这显示什么呢？这就显示我们照顾我们的心理健康真的是非常重要。如何让自我的身心安顿？又如果你心里真的过不去那一关，又不想要让别人知道，该向谁求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要向大家来一一解答哦。为您邀请到3位专家，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卫生局代理秘书朱春凤。小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秘书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中仑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师许廷韶。大家好。心理师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全国自杀防治中心的副执行长，同时也是我们台大医学院护理系的教授吴嘉怡。小君好，大家好。老师好。好，在这疫情期间啊，其实民众每天面对不同的资讯，难免会产生的压力，情绪很紧张。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有5项建议提供给民众哦，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调适身心。因应疫情实施第三级延长再延长，短时间内仍需遵守减少外出、保持社交距离等策略来降低感染风险。但是每天面对不同的疫情相关资讯来源，每个人心中不免些许压力，有些人甚至出现焦虑、失眠、紧张等现象。卫生福利部巴里疗养院职能治疗科主任张自强提出几点建议，帮助民众身心调适，维持健康。以下提供几个方式供大家做参考，也希望大家做好身心的调适，一起度过这一波疫情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定期关心疫情的资讯就好。每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都有记者会，那我们排除其他非必要的资讯的干扰，也避免误传其他不经证实的消息，降低大家过度的担心。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重新检视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现在有很多居家办公，可能早上没有上班的压力，就会睡得比较晚，所以务必维持原来上班的作息，早上、中午、下午维持原来的作息，对于我们未来的身心健康维持很重要。第三个，我们要找到自己纾压的方式。你一定会有一些压力的来源，好，不管是环境啦、工作啦，或是现在的疫情，那你可以想想看说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对你的纾压最有帮助。比如说你可以透过听音乐的冥想，好，或是做一做放松的运动。第四个就是我们必须还是要维系我们的社交关系，所以你可以每天定时的透过一些软体，比如说打电话啦，或是我们常用的 LINE、message 等等，跟你的亲朋好友互道平安，表示一下关心。最后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天一定要抽出半个小时来运动。这半个小时的运动，你或许在室内可以走来走去啦，一个健走，或是说我们可以做些简单的瑜伽。无论疫情实施第几级警戒，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生活。在疫情时代，随时调整心态，保持身心健康，也是远离病毒入侵的重要一环。照顾心理还有身体的健康真的是非常重要。接下来要请我们的秘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面对 COVID-19 的这个疫情造成的心理困扰，其实有不错的解决办法。我们要请秘书来跟大家分享。我想这个疫情其实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甚至我们5月份开始是最紧张的3级警戒的一个情形。那大家在不管是心理上面，甚至整个生活步调，其实都是跟往常是不一样的。那这些种种，我相信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压力，不管是你是学生啦，还是你是家长，甚至你是职场的工作人员，你在工作的时候，还有医疗人员，都会面临到不同的压力源。那今天很感谢小君这边，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提供大家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纾压方式，甚至一些解决的方式。对。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重头戏交给我们的心理师还有我们的老师了。其实在家里呢，最重要，大家变成居家办公之后，其实压力变得很大。我们要请我们的心理师许心理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有碰到什么样的个案，让这个民众每天在疫情还有办公中、职业中这样子徘徊，造成很大的不适呢？该怎么样来解决？
对，就是现在目前在疫情底下嘛，其实很多很多的企业他们都是受到冲击的，比如说就是餐饮业啊，就餐饮业最惨嘛，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内用，全部都要改成那种外送的那一种模式。那其实像是我自己本身就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个案，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担心说，天哪，就是我的企业，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它到底会不会倒闭，然后所以说他就会非常非常担心，然后也有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他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再重新的去为自己的职涯去做一个规划。因为等于说，在疫情期间，那么多的企业可能也都面临到危机，其实很多的员工在里面也真的是首当其冲，会觉得那种人心惶惶，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会倒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像是在这个部分，其实就要邀请大家，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觉察一下，就是现在你对于职业上面的担忧，它到底是一个可以去解决的事情，还是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我们人常常都很容易会被一些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事情所耽误，就是你会花好多的时间去想啊，我的企业会不会倒闭啊，就是我以后没工作怎么办啊？但是这些事情基本上是你不太能够去控制的。所以说与其你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在上面，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练习把关注力就是回到，就是那你现在可以做些什么，你有没有机会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去盘点一下，哎，我有什么样子的优势，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假如说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它没有办法继续了，那我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其他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那或许在这一段疫情期间你可能就可以开始去思考，比如说怎么去重写你的履历啦，或者是如果说你未来想要去转职的话，你现在开始有没有机会可以先去看看，如果你要转职那个地方，它需要培养什么样新的能力？那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比较能够知道，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可以从哪一些地方帮助自己去培养一些新的能力来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练习，与其我们持续的去把专注点或者是关注力放在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上面，不如开始练习把你的关注力放在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我可以做哪一些行动。是，这真是很好的练习，就是重新检视自己，看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当然，这就是一个抒压的一部分。那要更进一步了，但是压力真的还是好大，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要请老师来跟大家解答一下，教大家。是，其实压力无所不在哈。其实，人有压力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每个人面对不同的压力都要有一个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没有压力的人生哈，其实是不精彩的人生。那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觉察自己，好去关注自己的这些压力有没有导致自己的心情有发烧的现象。那我在自杀防治学会还有全国自杀防治中心呢，我们有在推广一套这个所谓心情温度计的测量哈。那我想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好这个心情自我关照的一个工作。那心情的部分，其实透过这个心情温度计，我们会发现说压力的反应，它会展现在五个症状里面。那这些症状其实是集合了我们从刚刚小君提到身体啦、心理啦各方面的一个状况，好，那展现在我们的失眠、紧张、心情不好，好，或者是容易愤怒，那还有就是自卑感，好，那这五个症状，我想如果说都是达到蛮严重的程度，那各位可以上网站呢 ，Google 心情温度计，好，那发现说他心情发烧，比如说十分以上，达到这个发烧程度，我们可以一起来寻求这个专业的一些协助，特别是在第六题，他虽然不纳入计分，但是有教导各位可以怎么样去关注自己有没有一些无助无望，甚至已经进入到所谓自杀的一些想法哈。那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可以透过专业来得到很好的帮忙。那基隆这边的市民朋友们，我想在市政府有很多的一些管道提供免费的諮商，我想这都是很好的协助。所以压力的存在，我们可以透过心情温度计做一个自我关照。那么压力的过度的一个反应，一定要寻求专业，好，因为它不会自己好起来。
那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一些的这个就是在疫情下我们会各行各业其实大家都有影响，那这个部分我想是可以透过自我的一个关照来关心自己，好，进而发现一些问题。是因为大家常常说，就是一点点的压力会让自己更成长，但是过多的压力那真的对身体非常不好，你的身体都会排斥生病，然后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那刚才说到是我们职场上，那我们要请教心理师哦，总是怀疑自己得病怎么办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令人伤脑筋的问题，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案例？对，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做很多的个案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疫情这段期间啦，就是会有很多的人会说，就是我非常非常担心，就是我会不会生病，然后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会就是会有好多好多那种焦虑啊紧张，然后会产生出来。所以说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练习去关注一下，就是就是这个担心或者是这个焦虑，它到底是不是有来源的？比如说，你是不是真的曾经有去过跟确诊者有到同一个地方啊？或者是比如说，像是在目前我们不是都有大家都有下载一个 app 嘛？那你只要随时把你的蓝牙是打开来的状态，你其实也可以比较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跟确诊者是有接触过的。那如果说你自己会有一些感冒上面的一些症状，或许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去练习一些深呼吸，或者是去寻求一些协助，甚至是比如说像是现在我们的那个快筛嘛，我们其实快筛现在每个人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验的话，其实你都是可以去实际去使用的，所以或许那个东西就可以比较快速的帮助你去确定你目前的一些身心的一些状况。对，真的很好，就是要善用周边的工具，如果再不行的话就是让自己深呼吸。那要请教我们的老师了，对于解封后的心理调适，民众应该要怎么样来因应呢？我想今天刚好有准备一个内容，我想是很简单简短的来跟市民朋友们分享，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解封之后，或者是在目前还是在疫情的一个威胁底下，我想重要是我们心情除了刚才提到的可以有一些的自我觉察，我们其实可以运用心情温度计来做一些的调整，就是自我发现问题。那除了善用这个心理温度计检测，我们可以掌握一些放松的技巧，包括就是像下面提到这个正念呼吸的一个练习。好，那其实所谓的正念，它其实是展现在很多我们的生活当中，像包括我们在做伸展，或者是现在大家如果网络上查到很多的这个肌肉放松的练习，事实上都是一种可以搭配正念的一个实践的一种方式。那呼吸是一个最简单无时无刻可以去执行的一个放松的方式，所以这边提到的这个正念呼吸大家也可以来试着演练。那呼吸这个部分在网络上，我们如果大家 Google 自杀防治学会，我们也有出一系列的这个减压相关的影片，还有就是正念呼吸的一个操作，其实目前的网络资讯非常多，但是我们希望民众们是可以真的能够去完整的做好一套的一个练习，其实时间不用太长，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掌握那个3到5分钟。如果说可以勤练这个呼吸，那专注在呼吸，所谓的正念，其实它最大的技巧就在于说民众可以专注，好，专注在自己的吸吐之间。好，那这个可能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谈，可以带大家一起来演练一下。那其次当然就是说居家的一个身体活动的习惯，好，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工作在家，然后小孩的教育在家，然后可能还有长辈要照顾，所以可能很多的这个自我的习惯都已经不见了。像我周遭就有朋友提到说，他本来都有上健身房的习惯，那现在疫情根本完全就是打乱了他的这个时间。好，那所以除了这个身体在家里动起来，好，那当然最后就是在规律运动这一块，如果我们可以在居家养成这个运动的一个习惯，当然也可以更强化我们身心。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是可以让市民朋友参考，就是他有一系列的一个心情调适的一些重点，那我们可以循序每一个步骤来调适自己。
对，就是循序渐进，让自己的心安顿下来。而刚刚有说到我们的居家生活，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哦。这个三级警戒超过一个月，这大人居家办公，小孩停课在家学习，这家扶中心啊就发现了，其实在这段疫情期间，亲子相处的时间每天是平均增加了7个小时，哎，这个育儿的压力也增加了不少，该怎么办呢？一块来看看。家扶基金会在疫情下调查儿少照顾议题，发现亲子相处时间平均每天增加7小时，家长育儿与工作压力倍增，51.4%表示亦有负面情绪，53.5%表示亲子冲突增加。亲子关系随着疫情拉警报，心理咨商师提供几点助家长们调节情绪压力。我们通常只会知道自己很生气，或是自己每天待在家里被孩子弄得好烦哦。可是，在那个底下是不是有一些担心跟害怕呢？所以其实当家长要调适自己的情绪状态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觉察自己到底怎么了。那再来是你可以有很多的沟通跟分工，譬如说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先生、跟你的伴侣来讨论一下，哎，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这个时间我可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等等的。那再来是希望鼓励家长们可以除了跟自己的朋友聊一聊以外，现在线上有很多的支持性的团体，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然后空下来的这个一个小时，然后让你跟别的人一起有被支持跟包容的感觉。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知名艺人吴凤也分享防疫期间的亲子互动供大家参考。最好要做一个 plan， 要做一个 schedule， 早上起床吃早餐，online class， 然后有可能是就是开始玩游戏，然后呢写字，就是写那个英文字，然后呢吃午餐，野餐时间，然后呢游戏时间，看电视的时间，就是他做了一些 plan 之后呢，我个人发现呢，我们的在家里周期的过程会变比较稳定了，再加上呢把外面的运动的器材去那个调的器材放到家里，我们在家里在看这些，比如说打开 YouTube， 一些教练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着教练在运动。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家里面可以过一个好的日子。家扶也推动快乐亲子5步骤，为正向亲子关系提出简易解方。包括不要生气，深呼吸10下，闭上眼睛静心10分钟，打给家扶。还有就是小孩报告啊，抱抱哈，拥抱孩子啊，10秒钟。另外就是要还要大笑。疫情停课加上暑假，超过3个月的时间没有老师协助孩子学习与生活。家长如果遇到育儿难关，一定要主动寻求帮助，建立健康的亲子相处模式。亲子相处好了，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心理师许心理师，你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案例？比如说像家庭一些纠纷啊、暴力啊，那你都怎么样来开导疏解好呢 ？OK。我觉得在疫情期间真的是就很多很多的家庭冲突其实就会爆炸出来，因为其实在过去很多的时间，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待在家里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嘛，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下班回家可能相处的时光就只有那几个小时，所以很多的问题其实它并没有浮上台面。但是因为现在疫情，我觉得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包括居家办公，像我真的就是有个案，就是他要居家办公，然后他就是被迫就是要回到他的家，因为他没办法在他的租屋处持续的去做这样的办公，就网络可能也撑不住啊，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一个人，然后也不是很方便，所以他可能就要回去到他的比如说就是老家，然后跟父母在一起，然后可能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姐姐可能又有小孩，所以就会发现就是哇，那本来他是一个人生活，然后现在重新要回去到那种大家庭里面去做生活，那可想而知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摩擦，包括像是他要怎么样子去设立出他工作以及生活的界限就不是很容易，像有的时候他明明就还在工作，但是他妈妈可能就会说你去晾个衣服，然后他就崩溃，他想说可是我现在在工作，所以说就会发现就是这种生活跟工作的界限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去做一些区分。所以像是在我们这边就会提到一个，如果说你要
变成一个居家工作，你到底要怎么样跟你的家人去做比较良好的一些沟通或者是协商？我觉得那个可能是第一步，我们很需要先去做练习的。包括像是，我都会蛮鼓励，就是我的个案一定要练习在家里尝试去规划出一个工作区，并且让你的家人知道，就是哎，你在什么时间你是会需要工作的。然后比如说就是如果说你是有一个独立的房间，你可能也可以把你的工作区域就是把它划分出来，然后你就是在那段期间你就是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些工作，甚至我会鼓励他们你一定要挂一个门牌，比如说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禁止打扰、起勿打扰之类的，或者内有恶犬都可以，就是你可能要挂一个门牌，然后让你的家人知道哎，这段期间你在忙，然后千万不要过来打扰你。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家人就不会知道说哎，他现在都一直窝在房间，他现在到底是要叫他出来吃饭吗还是什么的。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家人知道就是你的工作跟生活当中的界限，其实你的家人有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想要就是来测试就是你到底可不可以，所以先去划分出就是工作跟生活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有小孩，比如说你在工作，可是你的小孩同时就是又需要去念书啊，或者他就是会一直想要去找你过来玩。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你能不能够跟你的小孩子有一些约定，因为比如说小孩子其实就是真的会很希望父母可以多陪陪他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能不能够也真的是在你的一周的一些时间，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定一个时间，是比如说那种什么亲子时光，比如说哎好，那我们就定在每周六的下午啊，那这段期间比如说妈妈是最有空闲的，那到时候如果说你在这一周你表现好的时候，搞不好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做个饼干，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去玩电动、打电动也可以。那也许那个小孩他就会觉得说，哦，就是我不用一直向你去要，而是我知道我在什么时间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我跟我的爸爸，就是我们是可以有这样子的玩乐时光的。那有的时候，当你可以明确的让小孩知道，就是你什么时候是可以陪他，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去做些什么？你能不能够等妈妈，比如说十分钟啊，二十分钟之后，我把这边的事情弄完之后，我就会过来陪你。那其实建立这样子清晰的界限，有的时候他在家里的沟通，或者是相对来说那个冲突的部分就会比较少，因为大多时候很多时候冲突就是来自于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你现在什么时候工作，你什么时候要生活，那当然他就只能够不断的去尝试嘛，就有一点像是看哪一次尝试会成功，然后他就可以得到奖赏。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先去建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部分，或许在这个东西上面你们的家里就比较可以有一些规则，然后在你们在家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过得比较和谐。对，所以就是要建立明确的这个界限出来，让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我现在是在做什么，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纷争。那同时要请教老师哦，其实在家里居家办公也是不容易的，家人关系越来越差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其实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因为每个人在家里的一些生活习性或者是性格完全被显现出来，所以刚才许昕也是提到的，建立一个区隔，一个工作的习惯或者是空间，好，我想是蛮重要。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就是可能家中的摩擦变多，那互相的一个弹性跟尊重，好，或者是就是个人在建立这所谓的规律性上面，也会需要大家多一些的心力去关注，就是怎么样能够建立起一个规律性。好，所以规律性跟弹性我觉得蛮有必要的。那因为有一些人他的性格上，比如说不管成人啊，或者是可能在青少年这个部分，他们也会有一些性格的显现，可能会让家长们觉得说不可理喻，不可沟通。那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彼此可以有一些的就是我刚刚讲弹性的部分，让自己可以从这个弹性当中去找到让自己舒服的一个生活方式，好，其实蛮重要的。对，你刚才说到的学生，其实我要请教我们的秘书了。其实，在学生这一区块，我们有经过统计，那我们这个心理的这个障碍的这个年龄层是下降的。我们要请秘书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我想现在小孩子接触的层面不再是书本上面的内容，他的网络世界其实是千奇通通都有很多样的一个资讯，很多元，对，甚至到国际端的资讯他们也都很容易能够上手。那可是最重要的是资讯的一个正确性还是要麻烦家长这边帮我们做一些过滤。那就我们现在对于青少年的一个辅导上面呢，其实有发现青少年不再是像我们想象中你跟他讲什么他就接受了什么，所以刚刚提到的亲子摩擦这都需要靠一些技巧。那基隆市目前我们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青少年有很好的教育资源，学校方面也有心理师甚至辅导老师在着力这个部分。那同样的，通常小孩子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跟家长之间的教养方式也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彼此间的摩擦。所以不只是重视小孩子的心理健康，我相信父母亲自己也应该在这个部分也会去需要这样子的需求。那心理卫生中心这边不是只有重视小孩，我们同步的也希望家长，如果你有这方面亲子教育上面的一些冲突盲点，甚至不晓该怎么样处理这一块的话，都可以求助于我们基隆市的心理卫生中心。对，就是要求助就对，千万不要憋在心里。我们要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有碰到类似的个案？对，就是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嘛，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求助的一些动作。像是比如说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透过像是因为像是我自己本身是有在经营粉专嘛，那我的粉专其实因为最近有发一些文，所以说其实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可能他就会透过比如说他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章，然后他会看到这个人他可能会理解我的一些状况，理解我的一些议题，所以他可能就会来粉专，或者是他可能会去求助不一样的一些地方，然后来去帮助他可以得到一些舒缓。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他可以透过一些文字，或者是比如说就是政府相关，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比如说有些免费接线的那些地方，那个其实都是可以帮助一些民众，或许在这一段疫情期间，如果感觉到自己身心有困难啊，他都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来去帮助自己，可以达到一些舒缓的。所以就是善用各种管道嘛，要让自己的身心有所舒缓，不要憋在心里。我们要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其实青少年的问题你也是有碰到一些，对不对？我想刚才提到就是资源的这个应用和跟所谓青少年的求助，事实上在各年龄层来比较的话，青少年他的求助比例是相对低的。根据研究，大概只有三成的青少年他们是愿意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协助。那大部分其实他求助的对象是周遭的亲朋好友。那如果是以长辈跟同侪来比的话，他又倾向同侪的一个帮助哈。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同侪之间如果有守门人可以当那个他的一只救助的那只手哈，那是很重要。所以同侪之间，我想如果有很多这种正确的一些职能来帮助有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是重要的。那当然成年人的角色更重要，家长啦，还有周遭可能亲戚朋友，如果说发现说这个青少年心情发烧很久，当然我想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专业的帮忙一定要衔接上哈，因为现在校园内部刚才有提到说有更多的心理资源，包括像心理諮商这个部分。那如果说心情发烧，我们很重要是在医疗的部分也要衔接上。好，那在目前的精神医疗是发展的相当进步的一个部分。那可以寻求像是在精神科或者是像身心科，好，有的在社区的这些诊所资源其实都非常多。那台湾又有最方便的就是健保，所以最近也发现有一些青少年他们甚至会自己来挂号就医，所以曾经听过一个儿科医师，他是儿科的诊所，那青少年是直接去挂他的号，然后告诉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的状况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老师，因为照现在的法规其实医师是有职责要通报的，但是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青少年的
状态看起来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但是他又愿意寻求专业的帮忙，所以其实凸显出我们现在青少年的问题，他们缺乏一个专业的管道来协助。所以如果说市民朋友有发现周遭有这样的青少年，去关注他，我们用心情温度来关怀，那发现真的有很大的一些状况，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忧郁的情绪、紧张不安，好，那或者是失眠，好，我想九成以上的精神疾病是透过失眠来展现的，所以失眠这个通常是一个指标性的症状。如果我们可以掌握这个一些早期的症状，那我们可以早一点就帮助这青少年衔接到专业的服务，特别是在校外的医疗资源，这是一定要有所衔接，所以是呼吁，就是周遭有任何需要帮助的青少年，我们多给他一些关怀，好，听听他怎么讲，然后来跟他建立好关系，然后可以帮助他转介到合适的资源，很重要。对，就是主要还是付出跟关怀嘛，然后让他们有很好的关系，让他们知道，有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说出来，有人会关心你的。那说到这一个，就是要请教心理师，就是面对疑病的恐慌还有焦虑，因为有的人会想啊，怎么办？我这病啊，你又很恐慌、很焦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通常在面对这种疑病的一种恐慌啊，或者是焦虑，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其实真的是先让自己练习深呼吸。为什么？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做就是当我们会有这种恐慌焦虑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就是你的自律神经，也就是你的交感神经，它其实是被过度激发的。因为我们的交感神经就是它会让我们感觉就是你就会被兴起一种生存的一个策略，就是你要么战，你要么就是逃。所以说其实当你的交感神经是被过度激发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产生这种紧张焦虑，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有一种脑袋瞬间就是过热的那一种状态。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其实你状态不好你就可以练习深呼吸，因为通常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它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的，然后我们吐气的时候它是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那副交感神经它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可以比较放松啊，比较 peace 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当每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其实都是你的副交感神经在这个部分是有一些作用的，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就是吸气吐气的过程当中去调整你的交感神经以及副交感神经，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就比较能够帮助你自己整个人的状态是可以和缓下来，比如说你就是真的是让你自己吸气，然后慢慢让你的气就是经过你的喉咙到胸腔慢慢到腹部，然后再慢慢的吐气，那其实像是去做一些瑜伽，或者是比如说你在很焦虑的时候你真的为自己去泡一杯茶，因为泡茶的过程当中你会闻到那个茶很香的那个味道嘛，所以你就会不自觉就会想要去多吸几口然后吐气，所以其实在那个一吸一吐之间它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以及副交感神经，帮助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快的可以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绪。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顺便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也可以透过调整你的身体姿态来去帮助你可以比较快的去有一些缓解，比如说像是通常大家可以去觉察一下你紧张啊焦虑的时候，你通常你可能都会发现你的眼睛都是向下看的，你的身体可能也都是比较紧绷的，我相信大家就是如果紧张焦虑的人就是敞开自己嘛，马上检查一下自己，对对对对，你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姿态是不是就是很紧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我们的情绪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姿态，可是同样的其实我们的身体姿态也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会鼓励就是我的个案就是一起做一个练习，我觉得包括就是在就是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就是试着就是将你们的双手就是往上举，然后你的头往上看，然后你可以试着说一句话是我好忧郁哦，你会瞬间有一种很诡异的感觉浮现上来，因为通常你在这个姿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视觉性的，然后你是比较敞开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个专业是 NLP 神经语言学，我们里面就有去谈到就是眼球不同的转动方式它其实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眼睛通常向上看的时候它是比较偏向一个视觉的，
然后如果你的眼球是水平移动，比较是在听觉，也就是在一个思考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的眼睛是向下看，它有的时候比较偏向是你可能在自我内在有点 murmur 啊，或者是你可能陷入到某一种感觉。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陷入感觉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是向下看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当眼睛向上看的时候，它就可以比较快的帮助你去做初步的一个调试。那当我们去调试完心情的这个部分，包括你用深呼吸的方式，或者是你快速的去调整你的姿势，你就可以比较恢复到一个稳定。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再去想 ，OK， 那现在我身边到底有哪一些资源可以帮助我？比如说是，我如果担心我自己是不是生病，我是不是可以去买个快筛试剂，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带的全副武装，就是戴好面镜啊，戴好口罩啊，然后去医院，然后去检查，做一下检验，看看我目前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就可以比较快的能够帮助自己稳定在你当下的情绪，并且决定当下你可以去做哪一些事情，帮助你去舒缓你现在焦虑或者是紧张的情绪。哇，真的很棒了，就是一呼一吸之间，还有就是用你的肢体，善用你的肢体来改变你的情绪，这大家可是要学起来哦。那我们要请老师，老师其实在这方面其实颇有琢磨，对不对？如何舒缓大家的那个紧张情绪，或者舒缓大家过多的压力，是不是有一些 paper 小步骤要教大家？其实刚才许昕也是讲得蛮清楚，好，那我想最重要就是在所谓伸展跟一些简单的刚刚提到的就是呼吸，我刚刚也有讲到正念呼吸的练习之下，事实上是在刺激我们的大脑，好，那刚刚讲到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它还可以促进我们大脑分泌一些重要的神经分泌物质，叫做脑内啡 endorphin，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舒缓情绪，其实它有一个名称叫做快乐因子，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让我们会感受比较放松，比较开心一点。那当然呼吸还有伸展，当你也能够搭配所谓专注的一个过程，其实上它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大脑分泌这些快乐因子。除此之外，当然在一吸一吐之间很重要的是它也在刺激我们的横膈膜，因为我们的吸气的时候肺叶会伸展，好，那它扩张的时候呢，它就是在压往我们的下面，好，就是肺叶往下压，于是它的这个横膈膜的地方就会往下，会刺激我们的内脏神经，那达到这个舒缓我们的这个脏器，好，紧张的一个压力有可能在脏器，所以有些忧郁的民众，他其实是有便秘的现象，好，原因就在这里。那我们在临床上的经验有发现，引导中年妇女来执行这个正念呼吸，她就告诉我们说，我的这个便秘的问题有改善了，她很开心，因为之前长期有这样的困扰。所以其实正念呼吸它不只是呼吸，它可以透过刺激大脑，然后刺激我们的肠胃神经，来达到一些舒缓我们生理症状的功效。好，所以其实生理跟心理是环环相扣的。那同时刚刚想到就是说疫情底下的这个所谓的压力，好，它这个压力的感受，我们有所谓的压力三部曲的概念，就是从认知就是像刚才许昕女士提到的这个焦虑的感觉，好，或者是对于滤病，好，或者叫疑病，然后滤病就是因为我们大脑错误的去发出讯息，我们错误的认为说这些外在的环境都是一些威胁，或者是认为疾病就是不可治愈的疾病。但从认知到情绪再到我们的行为，好，它是压力的三部曲。好，所以面对这个滤病的，以这个滤病为例子的话，好，我们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人就会非常焦虑。那它的相对行为就是我会到处去看医生。好，所以我想有一些市民朋友周遭如果有这样的人的朋友的话，好，他会到处去求医，但是一直都看不好，看了各科，这个问题还是一样。有些人是头痛，有些人是便秘，有些人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生理症状的问题。那这些生理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很重要是需要找对科，找对医生，看对科啊。那其实现代我们对于这个精神医疗，有一派他们就是在处理这种新生医学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可以跟专业来讨论，包括刚才提到就是说可能心理諮商，好，那
它搭配有一些这个精神医疗，好，医疗不是只有药物，好，当然也有这个諮商的部分，好，所以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对于民众的这些整个生理跟心理的问题，事实上是比较全面性的可以来处理，因为严重的这个压力反应哦，其实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好起来的。好，所以其实像严重的绿病症，它一旦进入到就是所谓精神医学的诊断，我们现在有一套 DSM-5 好，或者是 ICD-10 这样的诊断，它可以去判断说一个人是不是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那这些严重的问题，如果他不就医的话，事实上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不会自动好起来。那透过心理治疗，我们可以缓解；那透过药物，我们再去处理它比较急性期、短暂的。好，可以缓解他的症状，那持续下来，我们才能够再由这个我们刚刚谈到很多自我心情调试，好，一些自我控制，还有舒压的方式，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结果，正向的结果。我想这是大家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是，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心理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心理照顾好了、健康了，那身体自然就是健康了。这也就是我们卫生局一直在推的一项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要请秘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因为疫情造成的生活适应不良，身边人有不良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寻求管道呢？在基隆市心理卫生中心这边，其实我们常年都有提供我们的市民朋友一个免费的心理諮商。那也因为现在的一个疫情状况，有可能你想要做这样的心理諮商，可是你没有办法做面对面的諮商，只能够做线上的，或者是说你可能这个时候正好被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不适合出门，可是你又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在我们心理卫生中心这边，我们仍然持续这样子的服务，不只有提供面对面，如果你的情况可以，我们就会提供免费的面对面的心理諮商。那如果说像刚刚提到的，你不适合出门，或者是说你担心出门的一些状况的话，我们也提供了所谓的远端的咨询服务。我们的服务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是礼拜二还有礼拜四的下午，以及礼拜三的夜间。那礼拜六我们也有提供早上的时候，市民朋友，如果你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諮商服务，可以先拨打我们的预约专线2456-6185，2456-6185。那刚刚也提到了，其实这段疫情，我们不只是一般的民众，可能心理上会有一些可能需要找个人抒压、讲讲话、求助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发现，在确诊的个案，当他离开他的亲人的时候，其实亲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讯息，突然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长者，那因为确诊了而离开，你可能前几天看到他是一个很健康的，怎么没有想到一个疾病就把他的生命给夺走了？那我也相信这样子的一些市民朋友，你可能也需要有一方面这方面的一个服务，我们更欢迎您能够使用我们这样的一个专线，能够带领你走出悲伤，这样子你才能够面对好的新生活。那我们心理卫生中心一直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提供。是，真的就是要有管道让你可以支撑你的新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刚才说到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那碰到压力来的时候，你要有好好的换一个环境来想一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专注力，我们要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远程办公啊，其实要很强大的专注力，要如何找到你的专注力？然后当然我们的现在的年轻学子也需要专注力，这样我们的学业成绩才可以有很好的表现。邀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咯。 OK，其实在专注力的一个部分呢，我觉得它可以透过就是四个步骤，然后来去帮助你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专注力。包括像是当你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为自己去设定，比如说你就是准备好一张白纸，或者是你的一些 schedule 都可以，然后你就是把所有你在当天你觉得你应该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把它列下来。然后列下来之后呢，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大概就是设定一下时间或者是优先顺序。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办法专注，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常常都会为自己去设定一个过高的目标。
也就是说，因为他为自己去设定过高目标，他觉得，哎，我在今天应该可以达成十件事情吧，所以说他就会发现，就是一天结束之后，他连一件事情都没达成，因为他可能在纠结，就是，哎，我要先做 A 还是先做 B？ 哎，可是我在做 B 的时候，我又在想着 C，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好多的精力，他都在这种犹豫不决啊、抉择啊，然后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我要做哪一件事情，或是他做一件事情，然后就跑去做别的事情，导致他一件事情都没有完成。所以其实我们一大早的时候先为自己去把这些事情全部列下来是重要的，然后我们要为自己去设定一个合理的评估，也就是说我今天大概有多少时间，扣掉比如说你上班啊，你可能要陪小孩啊，或者是比如说你有一些固定的时间之后，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你可以把它放进去的。嗯，所以我们就可以先为自己先去对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初步的一个评估，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当你要决定要去做一件事情之后，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可能可以去建立一个仪式感，帮助你去进到这样子一个专注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好了，就是像以我来说，我自己常常要讲课嘛，然后有的时候要接案，可是讲课跟接案其实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状态。讲课我可能就是要很嗨啊，然后就是要带动气氛，对的，带动气氛啊等等之类的，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对。然后但是如果说我要到接案的过程，其实我要变成一个倾听的角色，我可能要马上让自己安静下来。所以像是我觉得状态的切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如何在你的某一个状态，比如说你去工作然后回到家里，如果你把工作的一个状态带回到家中，你没有下班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主管，你仍然带着主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回到家的时候，那你的家人就会非常衰，就是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就是怎么又被管了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要练习怎么去切换我们的状态，怎么去创造一些仪式。所以像是以我来说，如果我讲课完之后我可能要立刻去接案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为自己，就是前面有提到的，我可能为自己先去做深呼吸啊，或者是我像是我都会去泡一杯茶，然后我通常都很喜欢喝就是那种普洱茶，因为我觉得普洱茶的那个清香会让我觉得就是有种置身山林，然后会觉得啊，我的身心都安顿了，我都安静下来了。所以我通常可能在接案之前，我就会为自己就是真的是亲手泡一个就是那种普洱茶，然后去感受一下茶的芬，然后慢慢的喝下去，然后去安顿我自己的心灵，然后让我自己的状态可以到一个比较安静，然后比较可以去倾听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我去建立这样的仪式感之后，它就可以帮助我在后面的工作带着适合的一个状态，然后持续的在我的工作当中可以有一些推进。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第四个步骤很重要的，就是当你去完成你的事情之后，你一定要练习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奖励。比如说你今天为自己去设定了三个目标，而这三个目标其实你都有达成，你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到就是你有达成的这个目标，并且为自己就是有一个小奖，说哇我好棒哦，就是今天有达成，或者是比如说达成目标之后，你是不是能够比如说就是吃个好吃的啊，点心啊，或者是你就是给自己比较多的一些自我鼓励。其实很多人都会在最后的这个部分就忽略了，他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件事情完成了就是也没什么。那当你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的时候，其实对于你的工作去完成工作的动力其实是会减损的。所以你在完成所有事情之后，你练习为自己就是给自己一个赞美，或者是给自己一个小奖赏，它就好像是我常常都会用一个很可爱的隐喻，就是我们和我们自己身体的关系就很像是你在骑一匹驴子。比如说你在骑驴子的时候，你到底都是用鞭打的方式，然后说你赶快跑，你赶快跑，然后你就要跑得好累好累好累，然后都不能够休息，还是说你是会像在他前面，可能你挂着一个红萝卜，然后就是那个驴子就会知道，骑骑骑骑骑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他知道他到某一个定点，他就可以吃到那一根红萝卜。那其实对于后者来说，可能他去完成一些事情的动力，他就会是比较强的，会比起你不断去鞭笞他、攻击他还要好很多。因为很多人我觉得没有办法来到一个专注力，很多时候都是在那个自我内耗的那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自我批评的那个过程当中而形成一个内耗，所以反而他没有办法真实的去做一些行动。所以如果说你可以透过比如说第一个步骤，你先去列表，列完表之后你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上面的规划，再来的话就是第二个，你可能去建立一个仪式感，
OK， 就是比如说喝茶、深呼吸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在这个部分，我刚刚讲错了，第二个部分基本上是就是去定那个时间。第一个是我们先把那些东西都列下来嘛，第二个是我们定合理的一些时间，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仪式感，第四个是记得要给你自己一个好的一个回馈。那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比较快的能够帮助你在这个状态底下，可以很快的去达成你自己想要达成的一些目标。是，哇，这真的很棒哎，就是要列出合理评估自己要做的事，然后要有一点仪式感，像有一个 key point， 像你这是普洱茶。对对对，我觉得普洱茶超好喝。普洱茶，然后最后呢，要记得要奖励自己，很重要。最后一项要对自己好一点，像这样的健康的心理资讯，其实我们基隆市卫生局也都有提供。我们要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民众要怎么样获得呢？相关的类似资讯。我想大家除了上基隆市卫生局心理卫生中心的一个网站上面可以去查询，其实在中央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即时的信息，比如说像卫福部的心理健康师这边，他就针对这次的疫情呢有一般民众篇还有专业篇。那其中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是针对一般民众篇里面，大家会去面对说到底这个疫情来了我的影响是什么。那这个部分最重要的，首先你要先评估我的状况是不是 OK 的，我现在的一个心理的状况是不是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那刚刚提到心理师所运用的一些技巧，先把自己的稳定情绪给稳定住之后，你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从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去得到这样子的快乐。那在专业人员篇的部分呢，是针对我们现在的医疗人员，可能他们平常在照顾这样的一个专责个案，在压力上，还有他们在医院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些医疗人员他可能离开了医院之后，不管他回到家里面，或者他自己可能选择另外的一个租屋处，那都会面临到一些可能一些状况。那这些状况对医疗人员来讲，其实都是一些无形的压力。那怎么样去让自己在这样子必须要面对救人以及要救自己帮助自己的环境下，让自己的心理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状况，在这里面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咨询。另外刚刚提到的线上的一些諮商服务，这边也有其他跨县市的一些资源，都可以跨越基隆市的生理心理的健康资源之外，其他跨县市的比如说精神科医师啦，或者是諮商服务啊，也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做一个查询。另外我们基隆市政府也针对民众可能这次的疫情，不管是在生活上、经济上，可能都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心理卫生中心也将整个基隆市的纾困专案都放在我们卫生局的网站上面。我们非常欢迎市民朋友，只要你求助，不管你是求助于我们的1922，还是我们的1925，甚至打电话到我的心理卫生中心来，我们都有这样子在纾困专案上面可以提供你一些建议，那心理諮商更是一定会提供您这方面的服务。是，所以不管是你在生活用品上的，就是我们的纾困方案，还是你心里也真的要纾困方案，反正就是打1922或1925，都会有专家来帮助你，不要不好意思。那像刚才有讲到嘛，民众有心理困扰，想要求助医生，不愿意前往医院的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吗？对，你只要打电话进来，第一个我们会先看到我们目前基隆市有的心理諮商的名额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名额可以立即的让你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之外，另外在刚提到的卫福部的这个网站上面，也有一些公开的心理治疗所、諮商所，甚至精神科诊所，他们也提供这样的一个线上服务。那你直接在上面找到名单之后，直接跟对方联系，就可以做远端的一些线上的咨询。
是，所以民众要好好把握这些机会，因为我们强调、强调再强调哦。那最后我们要请老师来带大家进行一些纾压的技巧教学，好吗？最后我想也还是提醒一下市民朋友，因为我觉得刚刚许昕女士提到很重要一件事情，叫品味生活，那个是正向心理学很高层次的一个自我心理保健的很重要的步骤。那我想我这边就是最后提点。几个事情哈，那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个正向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是探索生活乐趣了哈。然后我想是提醒市民朋友在，在目前疫情还在一个挑战的阶段，好，我们可能要有心理准备，怎么样去营造我们的新生活？我觉得这个部分提供大家参考，隔离不疏离，好，我们要还是要强化亲友之间的一个主动关怀。然后规律不松散，我们刚刚一直强调就是生活的目标，希望能够实践每日小目标，不要定太多太大。然后相信不放弃，资源无所不在。这个刚才我们的秘书一直跟大家来介绍我们市政府很好的资源，这个大家一定要善用它，好，资源无所不在，希望也无所不在，好。那最后开放不固着，所以刚才很多的焦虑感是衍生自我们。太过于执着，或者是立即的去对压力有反应，所以会很生气啦，会很愤怒，或者会很哀伤哈。像刚刚讲到有一些亲友死亡的状况，那我们不要太过执着这些低潮的情绪，但是对于压力，我们还是要有所因应，那可以探索一些生活的乐趣。好，那我想这个是最后的一些提醒了。那刚刚小军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演练一些简单的技巧？我想，是不是我们就是以这个正念呼吸的三个简单的步骤来提点大家？那这三个步骤哈，其实很简单。我先做简单的说明。第一个步骤，我想是透过这个所谓正念的演练，我们关键在于专注在你呼吸气息的流动。好，所以深吸慢吐。第一步骤就是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掌握你的气息流动，那好像一个隐形吸管从你的鼻子连接到你的肚脐，那我们可以在深吸慢吐的过程中随着这个气息流动而跟着它，好，专注在这个气息的流动上面，这是第一个关键。那第二个步骤呢，我想是大概在这个深吸慢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去想象这个肚子像一个气球一样。好，所以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可以手放在你的肚脐这边，静静的感受你的肚子像气球一样，吸气就是在灌气嘛，所以我们的肚子就会鼓起来。好，那所以大概想象这个肚子像气球，它是一个透过冥想可以帮助我们有很多这个刚刚讲到大脑的刺激的作用。那第三个步骤就是可以感受一下我们鼻子。微凉的感觉，好，所以当我们吸气，好，你有没有感受到鼻子不同的温度？好，那当你专注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呢，它可以达到我们所谓的一个就是刺激脑内啡的分泌，还有就是刺激内脏的一个舒缓这样的功效。好，所以想正念呼吸，大家可以试着在家里，先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那尝试先练习，大家也可以先跟着 YouTube 的影片开始做，因为在我们自家房子学会，大家如果进首页，我们最近在推广一个就是舒压 DIY 这样的概念，那里面的这个正念呼吸，我想就可以直接带领大家来做做看，好，那也可以，大家如果习惯了之后，其实这三个技巧就可以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好，那大概一次的呼吸大概是5到10分钟，可以做这样的演练。大家一定要来试试哦！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专家、三位来宾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资讯，投资心理健康，大家一起来共创新生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了。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